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这是第一天住的房间。噔噔噔，这里有镜子。噔噔噔，这是窗外。有一点点积雪，可是好像没有下雪。这几天应该是不会下雪。哦，后面一大片应该是他们的什么平台之类的吧。波波喜欢吗？睡榻榻米耶，晚上我们就全家人睡这么大片的地板，你可以好好的滚来滚去咯。哦，和室房真的很棒，我们最喜欢住和室房，然后所以晚上应该是自己在这边，好，有棉被可以铺，这样爸爸就不会怕棉被太小或者是床太小咯。榻榻米好棒，开灯，灯怎么开啊？一进门这边是鞋柜，然后所以行李就直接先丢在外面，这边是可以挂外套的，然后他的那个泡汤的衣服是放在这里是吗？我看一下他的浴衣，哎，好像是哦。爸爸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做什么呀？爸爸妈喜欢睡合适吗？榻榻米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哇，很开心哦！他好像很喜欢呢。之后又没有合适，真可惜。嘿，要去泡汤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着装完毕。穿这个，爸爸，妈咪去泡汤哦。你跟爸爸去找奶奶好吗？好不好？嘿嘿，今天住的这一间有可以泡汤，当然要好好享受一下。我现在去他的大浴场瞧瞧。母汤 Go。 露天温泉感觉好冷哦。这边的裸汤，哇，吹风机还不错哎！大家进去泡露天温泉，没有什么人哎，可能因为太冷，好出发。泡露天温泉太爽了啦！没有人，包场是吗？现在户外的温度是1度，现在在日本的山梨县。1度还好啦，还没有到零下，而且也没有飘雪。不过呢，泡在温泉水里面真的不觉得冷，很舒服哦。他现在泡这个露天的温泉，虽然温差很大，可是还是很舒服嘞。外面总共加我才2个人，舒服。所谓的包场制度，嘿嘿。这个时候如果来瓶啤酒就太棒了，可惜我不能喝酒。好吧，可以泡汤已经很好了。